大家好，我是豹哥。今天我又来到了大山上去看望小英，她一个人真的也不容易。我呢带了一点礼品，面条，还有一个手机。这个手机也是爱心人士叫豹哥买给小英的一部手机。主要上期视频的发布，好多的爱心人士与网友对小英家的关心与资助，把所有的款项如实的交给小英。好，走。小狗，哈哈，他怕我的。小英，小英，小英，啊，不在家吗？到哪里了呢？小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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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你在这里的？哎呀，你在背草啊？啊？要抱你来了？啊，我来了！哎呦呦呦！哎，来来来来，我好。哎呀，你这背草干嘛？烧烧啊！嗯。哦。哎呀，来来来，放下。哎呦呦，放下。我今年又来看你了。该把屋里做吗？屋里不做，屋里乌黑的不好。你就在外面做一下吧。啊，你干嘛？嗯、好，走，坐在这里，我跟你聊一会儿。啊。哎呀。主要呢，上一期视频发布了之后，全国各地的好多的网友还有爱心人士非常的关心你，知道吧？在别的渠道还有打赏了一点爱心款，我如实的交给你，好吗？关键还有一个手机，我去拿一下，你坐在这里，我去拿一下啊。啊，不，那在这边。这个是手机啊，也是爱心人士，叫我买的，我买了这个呢，是荣耀70的，要3000多块钱，大概毛4000块钱。他，这位爱心人士呢，他在别的渠道发了2600块钱的红包。还是不够，我又听了一点，这个手机，是这样的，你看，是，哎呦，这个是个卡片，那，新的，哎呦，我拆下来试过了，那，刚刚上网的，这个手机，这个嘛，跟里面还有。充电线、充电头全部在里面，然后你自己下载用啊，这个手机。不用了。啊？不用了。不要，你自己没手机，然后等一下，明天后天，等一下我把你带到县城啊，去办一个卡号，摆在家里不安全，啊？这样啊，今天包哥。来到了小英的家，主要是上期视频在抖音，播放量得到400多万播放量，也是平台对包哥的认可，所有的爱心人士非常的谢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这样，我主要把名单报一下，送给小英的所有的人，
把眼镜拿掉，看了天啊，已经慢慢的晚了。在别的渠道支持小英的发的红包，的款项，给包哥转交的名单如下：爱心人士金达远红包2000块，浙江杭州市陈维东1000块，江西省万隆县王志国1000块，云南昆明我好幸福1000块，上海黄浦区张元根1000块，湖南长沙有毒粽500块，意大利华人乔治500块，广东中山齐哥500块，贵州贵阳南天百元500块，广东信阳星光五建厂老板800块，河北承德市刘树国500块，广东东莞张汉文500块，广东河源刘俊辉500块，广东深圳郑小琴女士500块，广东深圳徐志红培500块，江苏苏州枫叶500块，云南红河阳光500块，广东清远清歌500块，四川雅安四先生500块，上海金桥百川归海500块，广东珠海曲靖南500块，墨鱼人家刘哥500块，四川成都人事三间500块，福建福州老张300块，江苏苏州顾志进300块，安徽黄山江脸华300，福建厦门佘胜华300，湖南长沙李桂信300，爱心人士顾敬明200，广东三洲徐尚辉200，四川成都刘金200，广东深圳夏树光200，河南南考县孔开山200，江西伊春黄米生200，湖南株洲胖子水果200，江西耐州妙永贵200，辽宁沈阳明月赵西神200，陕西西安白桂霞200，四川乐善行走200，广东深圳田碧刚200，上海普陀区老金200，爱心人士爱你一辈子200，四川重庆周畅良200，广东东莞老苏150，爱心人士丁大友100，福建三明海空100，山东青岛中国梦100，广东新义方东林100，广东泸店核桃果100，四川成都波波100，四川兴隆镇盐盐100，四川攀枝花肖畅红100，河南信阳姚关运100，爱心人士嘴角流油100，江苏连云港王军100，云南开远张进明100，爱心人士美南祝俊100，江苏苏州舌头100，重庆万州三峡前100，山东丹县中更强50，四川成都彩彩50，广西百步湾幸福50，还有一位，这是手机，是浙江温州吴眼大哥转了你2600块，叫我包哥买手机。今天因为手机那里你讲上次告诉我说有手机要上这个网课，有戴口罩的原因嘛，就是要上网课，人家都有电脑有手机上，你没有，我想买一个好一点的，因为上网课不会卡住，你买了几百块的1000块的上网课不流畅，包哥也为你考虑，多了1000块钱多，我呢自己帮你听出来的。还有赞赏的人名单啊，听刚刚忘了啊，还有赞赏38位，包哥不会贪污一分钱，也是帮助小英家暂时渡过难关。台式米姨的白羊520块，葱烩豆浆500块，无辣哈100块，小琴100块，大象100块，不辣的皮特100块，潮闻天下50，优雅甘爵50，才是米天山沙漠50，进步山南50，祝个豆浆50，必逼的悬崖50，温柔的平墙50，梁中学歌50，波腰波爱要8850，贺的自责50，自在风华50，张英浩50，泽在中华50，这里是19位，
账上款还有19位，都是5块10块的，包个名单就不报了。总共加起来是2270块，扣到15%的税收，这300块钱包哥就不扣他了，就算包哥的，我就如实的交给小英2270块，加前面的21600块，总共是22070块钱，包哥如实的交给小英。这里是20000块钱，1万块钱一刀两刀。这里是2070，这个是70块钱的零头，这里是2000，把它收好。钱，小燕，如实的交给你。不，你这个钱，你太多了，我知道肯定太多。你拉好，拉好，不，拉好，拉好。哎，不，起来，起来。拉好，把它放在这里面，拉好。这个钱呢，你自己放学回来读书，就乘乡村巴士，就不需要去跑路了，啊，还有的好多人叫我帮你买自行车或者电瓶车，我想大山你的路不好走，都是山路，还要跑好多，如果刮风下雨不安全，我考虑到你还是乘车方便。还有2个大包袱还没到，浙江温州的吴远大哥帮你买的电子炉，还有好多的衣服鞋子都是新的，哎，要1000把块钱呢，要寄来了。包哥明后天也是晚上过来，你因为要放学回来，我过来呢帮你如实的送给你啊，你可有衣服穿了，这两天天冷，你看都自己自己有衣服穿。我呢等下天黑了，我早点回去马上去办张卡的时候银行卡或者把个钱摆好，自己还好这里没什么人，别露面给人家看到了小英，天黑了，我准备回家了来自偶然，像一颗尘土，有谁看出我的脆弱？我来自何方？我情归何处？谁在下一刻呼唤我？天地虽宽，这条路却难走，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，我还有多少爱，我还有多少泪，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。感恩的心，感谢有你伴我一生，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。感恩的心，感谢命运，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。关注包哥带你旅行不迷路。